小人来唱万语毛。佛山教宗是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一间做音响器材架的一个小作坊，它的主持人叫做阿强。在我决定去拍摄之前，我从来没有和阿强有过任何的联系。最早我听到阿强这个名号，或者说听到佛山教宗这个名号，是源于我的一位朋友沈阳江斌。他当时购买了仿制西班牙 Azania 教宗的国产的这个作品叫做佛山教宗，并经过一些比较之后，他挑大拇指称赞。而且后来在江斌的这个测评也好，或者是介绍也好，他的使用的这个经验的分享也好，很多人成为了佛山教宗的用家。后来我的上海的这个朋友 Blues Jazz， 他请我去装配过两次，一次是老的叫 Exotery，老的这个器材架，还有一个是 Master Q， 他们新款的，就是老款的架宗和新款架宗都是佛山架宗的这个器材架。然后呢，我把这个过程呢给他拍摄了下来，然后放到网上跟大家分享。我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佛山架宗的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安装的时候有什么难度，有什么要点，看了之后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实际的这个感受，决定买不买。但没想到这个视频在网上引起了一些波动，这不是我所预料到的。不过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当时关于佛山架宗的全部。为什么我要去采访一个仿制品牌？因为不管是从别人嘴里面，还是自己亲眼见到，我亲手去装配，包括亲耳去聆听到两者的比较和效果，我都能感觉到这个产品不一般。这的确是一件在发烧友群体里面产生了轰动，不能说轰动，产生了震动吧，产生了震动和一些反馈，有一些影响的一个作品。但是因为它的出身难登大雅之堂，也就是说在大庭广众之下，很多 KOL 会讳莫如深，三缄其口，不会谈这个产品。那么它打动我一个前往采访的理由呢，我觉得是价格，它的定价是压倒性的，非常非常的低。同等的这个情况下，像全金属的这个脚架不可能有它的价格的。它的价格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听到的三层的器材架才3000多块钱啊，最早的这个时候。后来慢慢的这个因为咱们说工艺的这个提升，款式的这个提升，慢慢涨价了。我想当面去看一看这个品牌他们的加工厂到底是怎么样，包括我问一问主持人，你为什么能把价格压得这么低，难道你是在做赔本买卖或者是慈善事业的吗？第一次见到佛山架宗背后的男人让我有些惊讶，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甚至他是有一些腼腆的人。在我看来，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能把价格压得这么低，你怎么做到的？他愣了一下，在他的这个戴眼镜的眼镜片背后，我觉得他停了很久，然后再回答我。他说，校长，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这么便宜，你应该去问其他音响的这个器材价为什么这么贵。按照阿强的理解，音响器材或者那些配件实际上就是一种工业品，它不是工艺品，更不是奢侈品，所以不需要很高的附加值的。所以你只要搞懂里面的一些结构和材料，你就可以大批量的，咱们说简单化生产，没有什么玄学或者秘密。那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会感谢他，让这些发烧友，那些很平民的发烧友能够用很低的价格去体验到顶级器材架的厉害。那这次呢，我只是想说把和他交流的这个情况以及他如何制作器材架的一些过程真实的记录下来，最后你们怎么评判或者坊间怎么评判这段视频，那是你们的事儿。阿强首先是一个发烧友，他喜欢听音乐，他也懂器材，我们聊了很多东西，他也懂功放啊，扬声器他自己做的，所以他还现在在做这个黑胶唱盘，不知道现在这个完成了没有。他喜欢呢那种机械相关的东西，他喜欢研究金属加工，所以他所从事的行业啊，令他能够简单的进入音响器材下的这个生产和制造。和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微星声学的主持人潘总一样，阿强也无需采购生产的那些机械，因为这些硬件已经是他们公司的沉没成本。但也因为他想追求最低的价格，所以在生产工艺和时效上
你不能要求更多。有的时候甚至就是你说你要求工艺上面怎么样怎么样进展，或者时效上怎么怎么快，最后他就说我单子不接了，我不做了。很多早期买他的那些佛山架中的这个产品的发烧友都会抱怨，甚至到现在他的产品被投诉最多的，其实上不是声音啊，投诉的不是声音，是什么？是做工粗糙啊。阿强本人对这个事情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说以他自己一己之力啊，是没有办法再去改进和完美的。请注意我用到了一己之力这个词，实际上除了现场我看到了负责生产的可能还有打包和运输的几个工人之外，佛山架中的在生产线或者销售线环节当中的各款动各个位置，包括比如说像产品的设计开发，它的调试改进，和供应商的这个订购进货等等，包括客服的沟通，比如说你到他们没有淘宝账户，所以他只有闲鱼，所以你到闲鱼上去问，在这个客服背后的就是阿强，这些环节都是阿强一个人完成的啊，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架中的胆子真大，他们不仅仿制了西班牙 Azania 的这个两个系列的叫 Exodery 和这个 Master Q 两款机架，还有Azania 的这个压阵那个盘片，那个圆的盘片大小的，还有美国 Steelpoint 肖邦的器材架和脚钉，还有美国 HRS 的器材架和层板，甚至他们还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属于自己的品牌，他们是专门做电源类的比如说那个电源排插强插的这个 cover 这个东西，他们这个品牌叫做password， 就是密码。实际上我感觉他们对于一些原版品或者原那些他们需要去仿制的一些品牌的这个内容研究的很深入很深刻，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它的外观，包括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都有过一些研究和比较。最后我要感谢佛山架中和他的主持人阿强，因为在我之前他没有同意过任何类似的采访或者是拍摄，我很感激他能够让我用镜头真实的毫无保留的去呈现他的故事以及他现在在做的一切。这次的视频可以让那些从心底里暗暗的希望了解佛山架中但是却不敢开口大声说出来的人得到满足。好了，这就是佛山架中的全部，我的工作完成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